大家好，我是奶爸。今天呢，我们人来到了 Kistopia， 孩子呢一直闷在家里呢，就有点辛苦啦，所以我们就打算呢犒赏他们一下，带他们去来 Indoor Playground 来玩玩咯。他们好像自己去玩了嘞，所以我要赶快去跟上进度。一进来门口这里呢，这里有很多那个放鞋子的柜子啊，这里就是他的 reception counter。一进来呢，你就看到这里有很多球池啊、滑梯，这里有一些娃娃机啊，那里有一个小小儿童玩的区域，然后旁边呢还有一间咖啡。这里的楼上呢应该还有点东西啦。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区域的，小朋友呢可以拿着那个球呢去丢那个 projector screen 呢。其实这个 projector screen 呢是可以 sense 到你的动态的，所以你拿球打到去 screen 的时候呢，就等于好像小朋友在玩这游戏。好玩吗？快点 kill the monster， kill the monster， go go go。 oh my god， 他应该一个迷上啊这个地方了，真的是很好玩耶。诶，我也想玩，爸爸错啊。喂 No more。 OK， the other game， the other game， fight the 恐龙，恐龙 fight the dinosaur please。 OK 啊，我也来啊。 Where is the T-Rex？ 这位爸爸你还好吗？好玩哦。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 Kistopia 的票呢就是一张儿童票，它就是 attached 给一个大人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两个小朋友，我们就大人的话就是直接免费进去啦。我人呢是踩在球车上，后面呢就是一个弹簧床嘛，木人在里面呢是玩得蛮兴奋的。我可以玩吗？这个有点滑哦。可以。哇，这个是 mirror wall 的概念吗？哇，这里也是有另外一个区域，等下是一个坦克车下来的概念。我，OK OK。OK， let's go slide。One, two, three。You have fun, 妹妹。Yeah, yeah, yeah. Still got your lips on paper in the trash now. I never knew love could be so sweet. I never knew.Become a fight. 哇，这个叫做 Tiger Station， 那这里呢就能让他们扮演一个 firefighter， 就是消防员啊。好了，我们现在就给他们来玩一下。哇，木恩，黑了，木恩没有黑了，妈咪跟他们体验去玩一下吧。妹妹，你要看火啊！你看，你要 green color， 快点 shoot to the green color， yeah， shoot to the green color。Yes， 来，我们射那个人。哎，他是真的是用真水哦，对，真的蛮有那个体验感的嘛。然后那个水呢，就是自动的往下来，应该就是无间断的、不间断的一直 recycle 那个水。OK， you see all the fire there， you see all the fire here。OK， 这个如果是在那些电子游戏机店里面玩啊，应该不便宜哦。这个是完全就是 free 的， included 在我们的标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还很不错的。你们姐姐可以再玩哦。你看妹妹，完全就是融入。赞。这个消防员呢已经受够了，那个呢就不受控制，还在那边玩。妹妹，好玩啊，一直在玩哦。好玩的就是不受控制。我带木恩呢去玩另外一个东西。木恩 ，We have a supermarket here. Go and see. Wow, we see a supermarket here. Got so many vegetables. You see? Wow. 木恩。这个也太真了吧！You like to eat fish？ 哇，这个有点像鲤鱼嘞，这日本鲤鱼。
我来煮，我们 record this fish, OK? 大家好。So funny. 哇，还有尼摩 fish 耶，莫你可以买尼摩 fish。也太有趣了吧，这里有很多不一样的那种蔬菜玩偶啊，哎，还有什么？很好体验的。哎，鸡腿耶。What is this? 鸡肉。So funny 耶。So funny， 也太有趣了吧！这个 supermarket， 就是让小小朋友呢可以在那边体验，在那边玩一下咯。那肉肉，肉肉，你是姐姐，喂姐姐 ，sausage， 要，肉肉，奇门雪雪呢是最怕鱼腥味的，我就是看它有没有阴影吧。这个不新鲜嘅，你睇佢眼红嘅，唔得唔得，拣个。这是什么鱼？这叫什么？黄色的吗？就是鲤鱼啊！你可以买鲤鱼啊，你可以买尼摩去煮啊。Are you cooking the fish? What the fish is here? Put here. You want to cook the fish? You got to put inside oven. 妹妹呢，有她的自己的世界，就让她在这边慢慢玩吧。好了，我们已经玩回来了，玩了两个小时哦。让我说一下总体上的感觉吧。这个地方呢是蛮小的，因为是在彭国的地区，玩起来呢有点意犹未尽这样。好了，我要去吃饭哦，这个影片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按赞。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准时上影片哦。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吗？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木恩，拜拜。拜拜。